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现在哈、哦、给定一个三角形 ABC 啊，那给哈、哦、两边一夹角，那么问这个三角形面积多少？好，我们现在假设哈、哦，这个三角形啊、哦、60度的，这个假设是60度的啊，那这是 C，对应到 C 了，然后呢现在哈、哦。这是六的话哈，对应到这个 B 呀、啊，这假设是四好了，这四的话对应到 A，我说角 A 的话对应到小 A，角 C 的话对应到小 C 这样子。好，那么他问呢，这个三角形面积多少？这三角形面积的话哈，我们就什么，就求它的高嘛，底乘高啊除以二，这个高多少？这个高 H 哈，就是等于多少呢？等于四嘛，乘以多少呢？乘以 sin60 度。sin60 度的话哈，你要把它记起来，就是说哈，现在我们有一个什么呢？一个那个直角三角形嘛，这个如果是60度的话哈，那么这个呢，这个就是，这个是30度了。这种三角形的话哈，它是一比二比根号三的。那也就是说，sin 哈60度哈等于多少？60度呢是等于，这是 y 嘛，除以 r，根号三哈除以二，再把它记起来。这里把它记起来的话呢，套上去就很方便。这是高，底是六，这个是等于四乘以多少呢？二分之根号三嘛，sin 60度二分之根号三。好，那这样的三角形面积哈，三角形 ABC，它的面积等于多少？它的面积的话就是底乘高啊，就是六乘以 H，H 是，这是二根号三，乘以二根号三，就底乘高除以二，这是等于六根号三。所以这块面积呢，就六根号三。好，再来他要问什么呢？问这个 C 啊，我这一边长度多少？那这边长度的话怎么算呢？我们就用毕氏定理。这个长度是等于这个平方加这个平方的。好，这个的话你已经算出来是二根号三嘛。好，就是这一边的话怎么算？这一边的话你就是六，减掉什么呢？减掉这个在这里的投影。也就是说哈，这个 C 哈是等于多少呢？C 是等于根号哈 H 嘛 H，这个这一段我叫 X 好了，就是这个 H 平方哈，用毕氏定理，加上多少呢？加上这个平方，这个的话就是六减 X 的平方了。那现在 X 等于多少？X 的话是这根竹竿在什么？在 X 方向的投影嘛，所以 X 哈实际上是等于四，乘以 cosine 呢60度了，cosine 哈60度。好，cosine 60度你要把它记起来，cosine 60度是二分之一啊，怎么看？这60度、30度、90度的那个三角形嘛，cosine 呢60度哈，就等于多少？就等于呢 X 坐标嘛，除以 R。一除以二，所以是二分之一啊，所以四乘以多少？乘以二分之一，这个啊，二得四，是等于二嘛，所以 x 就晓得了。那这样的话就多少？h 哈是等于二根号三的平方嘛，加多少呢？x 是二嘛，六减二是四啊，四的平方，加多少？这是4 3 12。加多少？4 4 16，8 28，所以根号28了。那4 7 28嘛，算是二根号七。所以 C 的话哈是等于二根号七。那这样就算出来。